维系跟 IG 昨天的爆破比赛地图都是鹰眼张图。同样的，刚刚我们说了，莲蓬也是想从这边第一时间来偷一个。对啊。只是莲蓬是被麒麟狙掉了，然后马哲是偷到人了。而现在作为防守方的保卫者是 IG， 作为潜伏者进攻方的是 AG 百事。我百分之百相信 IG 昨天回去之后鹰眼是做了大的改变。对，而且我觉得 AG 昨天本来绿豆在这张地图发挥的是非常看到非常出色，印象深刻，关键是半场十八个。其实有很多局 AG 可能打得不是很好，但是完全是通过绿豆的个人能力是拿下了这一分。不知道他今天会不会有昨天一样神一样的这一枪怎么了？现在的狙击手都是这么甩枪的吗？怪不得退役退的早是好，退的早是好的。我不是才退没几个月吗？这个圈子狙击手变化这么大吗？不是他这么甩，就你这么甩的。还有那个连着盲的是吧？这我打狙从来不会这么玩呀。来，绿豆再次击杀了十八。绿豆今天的状态好的。绿豆的爆破的姿势，三个李思南，李思南，你不要这样玩，非常的出色。今天他们这个，可能李思南是觉得刚刚自己在 TD 的时候没有怎么发挥，然后这场爆破，绿豆今天一定要多打几个。看到望远镜看见一个，这个是，这个差一点点，这是马德是强行在，吓死我了，强行欺负了绿豆。手雷来了，真的刚刚差一 点真的是晃过去。哎，你有人是吧？啊，再过来一下。我以为刚刚是绿豆击杀掉马哲，心都跳出是打得比较榜样啊，这场对的十八再次被谁捡了十八的那个绿豆的球啊？亮亮吗？对，这边绝技在中路卡着，我们现在是一个四打四，看一下双方都是在进行一个卡位，来到了中路。马哲一个人是防守的必点。手雷来了。好，这骚扰一下，然后直接往后撤。一个人要看两个点，瞄一下看。漂亮，这枪走得了吗？漂亮，走了，走了，走了。酒店上面的人稍微慢了一点，没能把马哲补掉。刚才那个没赶上，补掉。他丢了一颗闪光，就是。拖一下你进酒店的这个节奏，然后拉过来一枪就逃。马哲也很谨慎啊，马哲还是有点小想法，直接看了一下炮台有没有，但有可能他没想那么多。哎呀，这边猜到对方要过来了，现在是要集体对 B 点看一下。现在马哲是在景家屁股来了，卡着 B 点，这边 B 点应该是要一波，爆两个，会被泡掉吗？亮亮一枪穿了俩，哎呦，打咱这个，这我们现在是大家可以听到 AG 百事的 Team Radio， 他们现在气势上面真的挡不住了，我觉得这一场他们真的是挡不住。手雷来了。二比零。AG 的确在上几次交锋，除了 S 三的决赛当中是战胜了IG 之外，其余的 WCG 还有 CVS 都是面对面的输给了 IG。但这一次是要争回自己的一个。看来 IG 还是做面对面打的比较凶一点。这个哎，终于 IG 是漂亮，出了一波刷屏。好的，单打一位。一打四 ，base 的跟对 base 的跟马哲的一个 nice 的一个同步的防守，三打二，四打绿豆，绿豆一 v 四，昨天经常有，四打一，四打一，对，绿豆昨天一 v 四经常有，今天还能有吗？就是，这好难吧？不知道，先泡两，现在时间还有，有可能，对，一个泡不了，现在时间上是还有，那是完全没机会。雷包这时候你可以不用管在哪里。你人不杀完雷暴也没用。好，然后被发现，哎呦，暴露自己外面被打了。哎呦，马哲在这等着呢。对的。二比一。漂亮。
扳回一分，一比二。看到了一个人的喷毒 ，AG 这边队员的喷毒，我们来了，我们要重新开始。手雷来了。这些喷毒一直好励志。好的。亮亮，马哲今天确实还是不错的，对，还是不错的。对，踢翼上面马哲发挥也是非常不错。绿豆依旧是看了一下九八这边。这个是马哲瞄着了中门这个点，这个一根丝瞄了一条缝，手雷来了，主要是为了看对方点位，而且哎，这边李思南一下子被抽了好多血，是直接吃了一个整的高爆刚刚马哲这个高爆扔在中门里面，直接吃了一个整整的高爆。现在 IG 这边的状态很好，五个人。好，李思南走出去了，换一个满血的再进来，然后再来。反正你被高爆了是吧？我换一个人再过来，再丢一颗。我们看到李思南是去捡了亮亮的炮啊，又是双炮呀！现在什么意思啊？流行双炮呗。好。看到这个图标会以为是三炮，但是三有一个已经阵亡了。对，看到这边想中路想，哎呀，没扣到军台，没扣到 A。哎，最后五十秒必须要选择了，中路这边已经是有人的情况下，在骗 IG 看能不能骗成功，是转 A 还是转 B？IG 很有经验啊。A、B 都有人，那现在是准备三个点一起打吗？34有可能，32、31、30。好的，这边是一个。啊，这边是最后在 A 点。应该是没有太大的机会了，就看一下绿豆。绿豆北把这个 C 四给了队友。也不一定，因为绿豆这边狙击枪啊，马哲今天真的是不错。这一枪体检枪打的。对。直接闪身是瞄了一下狙台，是的，看来务必想在 AG 身上再砍下一分啊，不可能，如果被 AG 二比零带走的话，我相信对 IG 的造成的怎么说呢，就造成的压力会比较大。马哲，这个绿豆这一枪打的，终于打到了肩膀，第一时间是被绿豆是针对的，这中路直接输了。冲，好的，玉成林一换一。A 大到了前点，这边也是被突破，现在三打三。Base 还存活在 A 区。啊，对于这个攻防来说，现在是中门是被剩下了小胖一个。看一下小胖能不能够有所发挥，一 v 二，啊一 v， 对一 v 二。这边是非常快速的转移到了 B 点，大概小胖已经知道了在哪里有人。两个警方，看小胖怎么。昨天我们就有一个局说他是不能应该去拆包，就应该直接顶着人打。这个跳一下是什么意思？哎呀，这个不是两个人呀，不是。对。两个人是什么意思？这个马哲这个时候，没事儿没事儿。三比二，他说没事儿胖。对。就说这个刚才口型是这样。手雷来了。刚才的话怎么就这样冲？他是判断的。马哲，这两把不错，但是这是两把炮吗？但是对，亮亮也是在广场狙台第一时间狙掉了 best。李思南应该是捡了绿豆的。没有，这边啊，李思南是捡了绿豆的炮，但是亮亮手里也是炮。对，还是双炮。怎么搞的？今天是龙江前翼带了一波风潮吗？很有可能。马哲，这个我刚想说，马哲要通过自己的一个身法，想扣一下 A 大这边的拐角的人，但是李思南竟然在 A 大拐角专门就瞄着 B 桥，瞄着这个点，这是对马哲有多了解啊？对，毕竟是老对手嘛。是一个聪明的小孩，还好这边的绝技是被打掉，但是 A 大这边应该是又打掉。啊，好的。好。啊，这个是 AK 保护了一下，一打二，哎呦，有没有机会稳一下自己战斗？一v一，小军啊，亮亮，关键时刻亮亮顶住了，这个绝技好嗨啊！对啊，4比2，
4-2。手雷来了。这边我感觉马哲有点孤立无援啊。马哲这个再不改变自己下的，就有点无奈到爆破。今天 IG 整体队员的状态到底是怎么了？你就是选择互相卡点。这个是一个什么样的游戏呢？我已经大概了解了，这是一个比谁生气的游戏。比如说这边是马哲一个人生气了，那边突然我今天生气三个，那我就赢了。绝技以前生火气，生完之后绿豆生个气，生完之后就变成亮亮李思南，就大家都轮流生气吧。轮流生气一把。就是我生完气，我差不多我累了，你来吧。我们为什么要忽视他们的一文？一文在 TD 的时候发挥也是很好的。一文是一直还比较稳定，但是都是有一点暴躁，不是生不生气。哇、这一枪，神来之笔。亮亮现在的是9-3，1-3应该是3-1了。这边1-1之后，现在是人数还是一个均等 ，nice 又是一个顶前的防守，在回馈情况，这就要死在这里了，这就要死在里边，看他能不能换人呗。看到。能不能换条命？已经上来了，亮亮上来了，天哪，完了，暴露了，这下面的一些人已经来了。这个但是，绝技靠壁虎的竟然是没能把蜂蜜打掉。这个。那蜂蜜就活了，要碰面。要上去吗？那又漂亮了。nice。两个。好的，两个。亮亮今天。我看出来了，是一个在 TD 上面发挥一下，一个在炮火上面。13秒躲起来了，亲们，就死守这个。10秒，9秒。打毙了。对的，那看能不能守住，漂亮。1v1，绿豆没时间了，3秒钟。2，不可能，输了，没时间放包了。输了。好的。4-3。很激烈啊。沉着稳定。要像刚刚上面一场两个队你一分我一分了吗？上半场是还有最后2分。手雷来了。IG 这边也是紧紧的咬住。对，看到绿豆这边炸点的话，还是之前要谨慎很多。对，这边想穿你拿个 AK 去穿别人疼吗？你要学林肯啊，聪明一点。拿个 M4穿了，马哲想干嘛？拼一枪，没拼到，没找到人。看一下点。这个是在瞄酒店刚上来的那个点。啊，这个你能看清楚？这个刚好是一个视力2.0。不是，这个就是一个狙击位，嗯，其实就是有人过的话，它是还是过得比较明显。对，而且技能产生一个探点，但是好像人家已经过了。现在到这种点是不是有点晚了？这个男是在 A 大跟 Best 做个1v1的骚扰，对，骚扰一下。看马哲这一枪。这中门我总感觉好不防守啊，好不稳的样子。赌博防守，是吧？是。好，绿豆已经上来了，这是很仔细的一个探点，居然没有人，漂亮，这个闪光丢的很三个币直接赌对了，漂亮，好啊，这个赌的好，好的，那么现在是一个1-4，IG再次展示了他们的，但是留下了亮亮，这个时候展示了他们的毒点技术啊，4-4。IG 在 S2 到 S3 这个阶段期，他们的赌点是赌的非常非常多，在一些很多大赛啊 ，WCG、CPL、CFS 都是在经常做一些赌点，就是当马哲或者说 Nice 做出确信的一个情况，就是说我敢保证这一把他们是怎么打，我们就这样赌博防守。IG 在这个东西上面就是赌博防守还是做的非常好的，运气也比较好吧。看看上半场的最后一局。这一枪没偷到，然后烟雾弹是分了 A 组，马哲今天是完全是一个跑动式防守啊，中门再偷一枪，然后再回到 B 点嘛，
看能不能偷到，哎，看到人了，漂亮，这一枪。哇，他今天很有自信，就找着你打，我找着你打。打掉了李思南，这个时候是。又是一枪巴雷特的声音，但是没有看人倒啊。关键还没有人掉血。放了个鞭炮，预个警，这边有炮啊，小心点。这边是怎么样？这个闪光是怎么样意思？走了。这个玩意儿，哎呀，好样的！这一根闪光来了，没了。绿豆是在哪里泡了一个人？哎，他就被玩死了，玩死了。漂亮。三打一。三，现在是一分。一分。队长捡个包就走，快走快走快走！哦，放包，展现一下卡一个，卡一个，对对对，这里卡一个。卡一下，因为对方可能知道他。不放包，我感觉 IG 也不会来啊。对，这个时候时间还是很够的 ，IG 也是可能猜到你会在那儿卡。不放包吧，没得选了。炸弹已安放 B 区。好的，看这边 IG 三个人。王力。好的，一个，能打掉一个就有可能。啊，黑了，这个要秒一枪，要秒两个，这个一枪，我说了，这个要被一文一打三吗？就看十八了，这个要被一文一打三吗？这个是要打背身吗？不一定，他已经，哎，完了，哎，有枪，漂亮，漂亮，时间赶得上吗？赶得上，赶得上，赶得上，刚刚好吧，应该是，来得及，来得及，来得及的，来得及，赶上，还好。这个打的真的是，一文有一点，我感觉有点太过于，你不一定要冲出去。小心闪光！之后现在对我感觉那时候就继续在这个房间里面绕一下，如果然后让你拆包，因为时间没有了。那时候一文他想往那边跳的那个意图也是要拖时间，但是那个跳在那个地方是逃不掉的，可能就是刚刚谢岩说，就是说，哎，是不是要打背身或打屁股的时候，一文也觉得差不多这个时间，但他应该是要进来，蹲着下面要过这个房子这边，对，然后他想跳下来直接打下面，结果发现跳下来人就人已经过去了，对，然后发现人过去之后，他只能往 B 桥选择往 B 桥走，但是这边的十八也是紧追不舍，不可能让人家把你放走了。因为刚才我感觉就是看一下自己血量，先不看对手的血量，因为不知道对手多少血量，比如说那时候一文还有五十多滴血。大概就是半血左右，然后在那个房子那个口呢，哦，我算了一下时间，他应该是从这边下去过去了，对，然后就慢慢的往这个后段第二个房子那边靠，然后就晃一下，看到你人过来了，那我就往里面逃，然后再放点脚步逃回来，往前跑，你是来抓我呢还是不抓我呢？你到底是你抓我，你可能没时间来不及了，我再跑的话，你跟着我，可能你把就算你把我击杀了，对，可能包也是要炸了，可能是可能当时就是对。职业选手的一个选择的一个，不过也是看好玩的小心跳，小心跳，残局嘛，就是一个心态的一个博弈。刚刚如果一文不跳出去，可能还有当正面，因为他血量上绝对是有绝对的优势。也不是说就是说没有机会，对吧？所以这个上半场5-4，最后是 IG 这边领先一分。现在是下半场要互换角色，看看这边 IG 的进攻了。之前是 IG 防守的时候，应该说上半场防守是马哲的作用起的非常非常大，就是一个全图游走，从 B 点狙到中路，又从中路狙到 A 点，对，有点像以前在打供电所的时候，那个从中门狙一枪狙到这个二楼狙好之后，再到 B 点去A 点。我们来看一下换边以后，作为潜伏者的 IG 李思南是拿上大炮的，绿豆也是双炮，双对，怎么又双炮啦？这是一个潮流，对，好吧，这现在是个潮流。我今天打完之后，下一周他们训练，我就让一批练个双炮，练个双炮，谁别练，直接练三炮嘛。不，很想说，我们以前打的时候，我跟我妹妹也是双狙。你还有妹妹的？对的。我认识吗？我们队伍的，你应该看过。是啊，好了。那够了，好，够了，够了，那就够了。聊其他的，怎么聊到女队员去了？哦，看到什么了？这马哲今天也是吃了3.0。马哲今天也是真的是大力丸吃下去了，大力丸真的好像吃了两颗哦。亮亮是在下面想探一下，看看 B 大道有没有人，但是就可能漏了一点点的黑影啊，是直接在红烟里面是被马哲吃掉了。
啊，这个没清掉，小胖。啊，这个。好可惜，这样子的话，抓你了。98俩，不是炮。这个还打几点吗？哦，雷包掉在那边了，没办法了。我雷包没掉的话是可以转 A 去的。就一条长线，反正马哲还活着对吧？拿个大炮在那边一架，探个点。现在的话50多秒 ，Formi 现在 Formi 现在在卡着家，马哲依旧是在这边想看看。哎，果然现在是转到 A 点去了吗？没有啊，雷包刚才不是掉在 B 点吗？就是在广场这边看一下。好，雷包这个捡到之后往酒吧走。位置很散啊。防守是肯定散的，现在就是一人一条线的问题。啊，两个，两的一文，小兄弟一个人这边，这两个爆头，好凶，这边是一打二，还是有机会，19秒，能不能秒掉？一文这边是想玩一个身法，但是没玩成功，然后近点又有人了，这个也是不着急啊，你还有8秒时间，好的。啊，雷包可以放下，我们也不管了，看看波面。啊，这个差一点点，直接被绿豆踢掉。啊，李思南直接低狗，切近身了。下半场的第一分 ，AG 百事时空战线拿下。马哲啊，马哲，这解决问题的方法不能是完全是靠自己去击杀，如果队员一直这样的话，你会很累的。这边大家看到是 IG 的18和 AG 的李思南，一个高爆炸到 B 酒馆，手雷来了，一脚这个声音好别扭，手雷来了，好像有点吓你的意思。这边是 B 点的争夺是非常的激烈啊！是的，而且我看到有3名防守队员都是靠近，各种高爆、各种红颜、各种枪械在开枪。这边还有3个将近，嗯，有一个协防，2个人主防。这边18跟 Max 的血量是有一定的损失，对方各种高爆啊，堵得非常厉害啊！这时候最怕的就是一颗闪光飞人下来，是吧？这个闪光非常针对，再见吧，李思南。没死，亮啊，还行。这个对 AG 的防守站位可能是有了一定的了解。对的，这个闪光是砸的是太针对了。是的，要知道这个闪光一看到这个动作就是知道这一把他们要GG。好的，4打2，安放 C 四。好，时间拖了一下，而且断后的还偷了一个。嗯。行吧，随便怎么打，输不掉了。对。这一分再输不掉。那就别。输不掉了，输不掉了，1-1。IG 只要把比分咬住了就 OK 了，毕竟自己是领先一分的优势进入到下半局。嗯。手雷来了，不在，手雷来了。哎，差一点点。看到，又是看到了。手雷来了，手雷来了，烟雾在。马哲再次把 B 酒店顶前的亮亮，马哲今天大力丸，杠上了，今天就杠上了，别跟我扯别的，今天就是你们可以打我的队友，但是我不要经过我的狙击镜，经过我就带走你。但反之，在保卫者的时候，绿豆的表现倒不是那么强眼，可能 A 点这一块 IG 不是很想做文章啊，一直是在中路和 B 点这边做文章。可能是不太想去侵犯绿豆，还是就是站着绕着打，绕着打，没什么意思的。好的，这边是 Nice 被打掉。看来转来转去，反正不是很想来侵犯绿豆这个位置。已经领教过他的。现在是盯着李思南在打，对，盯着李思南和亮亮。那一文前面其实这个前一局在前一局在上半场的这个最后一局的时候，在那个点。其实已经是在帮着李思南和亮亮了。嗯。看到现在是 Nice 和绝技的一个第一视角，哦，这一枪第一画面，刚好这两个人刚刚形成了一个互换吧，应该是。两人。封一颗烟。
三十几秒了，到底是怎么办 ？IG 这波转的，啊，拖了出来了，这个是只要打掉就赢了。打掉就赢了，好的好的，还好打。二打三，二打三还好，但是绿豆呢？绿豆现在我们在防守哪里？对，中门直接上去转 B， 绝技看绝技的一个，哦一个，两个，两个大炮绿豆，三个吗？啊，三个。我就说看绿豆在哪里，只要知道绿豆在哪里，他现在转中门就是没有用。关键重点出来的第一个人是被绝技直接定到秒掉了，预瞄的非常准确。关键是第一个被秒杀了。二比一，其实刚才那个，哎，这个漂亮，这枪马哲在上一把击杀了亮亮，这一把又击杀李思南。李思南，刚才三个人走这种口的时候，就是第一个人直接跳出去拉枪线，然后找一个血少的去换都行，三打一嘛，是吧？嗯。刚说了，绿豆表现的不是很好，一般，是因为没有人来侵犯我这个位置。刚说完刚刚那一把，不是侵犯他的位置，只是路过他的位置，路过而已，是吧？对，更加体会到李思南换成的确 ，AG 这次赌博式的换人，这个新人还是在大赛当中有很出色的表现，很出色的表现，也是让李思南对于我个人来也个人而言，就是我还是挺不希望李思南去打机枪的。就是这两场比赛看下来，至少这个狙击枪发挥的还是可以的。哎，这个闪光。亮亮怎么看都是自己人丢的，没有是亮亮砸下去砸进的，反弹，对对，但是亮亮也是非常确定下面有人了，至于自己怎么来判断，两个闪，小心闪光，已经上去了，亮亮已经逃走了，好身法，看到 nice 的一直在指挥着全队在做一些调整，做一些安排。Nice 平时的指挥也是非常非常的好的。绿豆依旧是在一起，他在中路还要再做一个文章。For me 中路跟 Nice 两人要搞些文章。漂亮！哎，这一枪差一点点。好的。还好中门那边也是重新打上。还有绿豆，现在绿豆只剩下一个人。不可能了吧？好，混枪。可能也是知道对方的血量，第一枪秒掉就有机会，这已经看到了，铁柱后面一直跳，但是打不到。好的。哎，有这么多点，二比二，好纠结，敢不敢不这样啊？敢不敢？敌人的天罗地网。敢不敢？烟雾弹。现在大家爆破的实力好像都非常接近了，这个 TD 还是。有一些差距的，对的，有一些差距的。马德，如果你再在这再狙了一个，你就连续好几把狙了。对，我感觉 AG 这边应该不会再来这个点了。马德已经是六个人头，这里又是李思南和绿豆两个狙击枪吗？嗯，绿豆是负责 A 区嘛，李思南负责 B 区。我隐约听到 IG 这边是有爆点 ，A 大庆典有人啊，果然这边 AG 是开了一枪立刻走了，估计是压钱的时候发了声音了。嗯。哦，果然 ，Formy 这个位置是可以听到 A 大庆典的声音的，这边肯定是能听到脚步声的。这一分音特别慢啊，双方。是要磨一下，其实也没问题啊，到这个时候。就是最关键的，现在谁再拿一分，直接这一分是关键口，就是占据主动的，这两人占据主动的手雷来了，第一步。哎，有点犹豫，我个人感觉，不知道该不该来清。49秒，再不清时间就可能过掉了。哦，来了。一个，好的，一个。哎呦，这逃没逃掉，狙击枪的。李思南的位置选择就是不好，他上面的区台是只能打 B 酒店上来的人。对。B 大道如果说的人直接被清了，他就完全没有任何办法。绿豆是在哪里泡了两个？绿豆是在哪里泡了两个人？在 A 区台，在 A 包点狙了，应该是 A 区台狙了。哦，这边这么远打掉了绿豆。
好的，这是包在这吗？二打一，还有一位。啊，一位一了。啊，最后抓到了。那这样子的话 ，IG 占据了主动，现在3-2。最后三秒钟，是一换一换掉了。感觉怎么要打平啊？上一场也是，这一场又来。手雷来了，手雷来了。这一分了。两声手雷来了之后，你能看得清？手雷来了。全是红烟了。烟雾弹。我们在这里也是可以比较模糊的听到队员。对，训练室里面的各种沟通的一些声音啊，我觉得还是非常非常的一些就是热烈激烈的。这边 A 大是一文的一个顶前，先是把马哲击杀了吗？对的，马哲先死了。马哲先击杀掉的话，可能这把有点悬哦。这是还要打吗？啊，有闪吗？哎呀，没闪，这边被清光了。2-3，中门出来了。啊，亮亮的三杀、这个。亮亮是第一时间补到 A 狙台。先是帮大狗打掉了伊文，帮伊文打掉了 A 大出来的人，打完之后立刻回转枪头打一下中门，3-3。现在这样子的话，IG还是差一口气，又要重新来到了一个抢先手的阶段。看看绿豆，绿豆是代替了李思南。觉得 A 点你们老不来侵犯我，老在侵犯 B。对，哎，就是，好吧。行不行啊？不行，我来。一个新人敢和李思南这样说话吗？你回去火不火了？原来有这个说法。这毕竟大哥把狙击位让给你，你还敢这么嚣张？你给我去打机枪吧你。原来这个狙击手就是大哥是吧？毕竟，而且本来是的确来说在 S3。AT 夺冠的时候，李思南的发挥是非常非常的亮眼的嘛。嗯。然后说把狙击这么重要的位置让给绿豆的话，而且是一个新人。看这个 B 点又是强行上来了。哦，这一枪。Nice 的一个远距离的爆头，3-4。4-3。但是这个炮是在断后。2-4。赢了，赢了，赢了，赢了。拿赛点 ，IG 应该是能拿到赛点，拿赛点。一个闪，哎呦，这头还转过去。这能秒吗？哎，先秒掉了。哎，还好，这个屁股这个没能打掉。如果屁股这个一打一，锁定位置了，但时间不多。哎呀，没时间了吧？能拆能拆。没时间。来不及，哎呦，来拆掉了，能拆这个那个时候，4-3追平了，这个现在双方是4-2，怎么能打成这样？8-8，现在是双方比分是8-8。好了，这个谁先拿这一分，谁先拿到赛点。大不了你打个歼灭吧。别这样了，刚刚这个残局，李思南还是在最后0.9秒是把包拆掉。好了，来接这一波。快速的3-2 A， 上了，主要看中门，中门没人突破，这边打了两个，平台，好的，也打掉了，1-2，1-1，这个看到了，看到了，马哲看到了，马哲 VS 绝技，一个是马哲，马哲想走，哎呀，恭喜我们的 AG 了吗？先拿到赛点，啊、先拿到赛点而已啊！先拿到赛点，先拿到赛点。看到这个罗我愿意赢了，怎么是吧？先拿到赛点。马哲不是有狙击枪吗？他想走，他想换位，因为换位可以，一边拿着大枪走，拿着大炮，他拿着大炮他走不了呀，太慢了呀。不是，他其实刚刚拿大炮还是很有机会的，因为他那个点如果要我个人感觉他，我个人感觉他应该是觉得绝技应该是在 H 平台要。墨迹两下才会出来看一下马哲在哪里，直接第一时间就拉出来找马哲，因为毕竟绝技在 TG 42个 frog 手感是非常强的，我找你，而且我已经是一个双杀了，我有着一定的手感，所以说我打这个 1v1 的残局我就是找你，我跟你拼枪了，但是马哲是第一时间想，马哲又是再次被绿豆击杀了吗？对，被李思南击杀了，在最关键的时候李思南。
前，这个最关键的时候 IG 没跟上吗？哎，其实刚才这一口气没顶住啊！刚才这个败势就是在这个四打二 啊, 啊！恭喜一下 AG 二比零带走了 IG。好嗨好嗨，对，打完了要互相嗨一下。让我